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我今加文得速随缘接入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从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现在我们继续讲中观四般人，这个现在正在讲中观四般人的第十三品。其中呢，就是昨天那个破这个中心事由呢，分了五个问题。然后其中就是第前面两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今天第三个问题开始。第三个吧，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说那个监测色相七，沉迷见其他一切亦无过自由大过失。他真的说那个，如果我们就见到那个设法的思想的话呢，就通过这种方法来那个沉溺其他的这个一切吧，就是在整个瓶子上面所有的这些原料都已经见到的话，那这是有很大的过失。那这样的观点有很大的过失。这个没有过失呢，就是他们这个首先呢，就是对方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吧，就是他们说那个，比如说瓶子和瓶子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不是那个一体的，就是应该呢就是承认为这个一体。所以说呢，我们那个就是见到瓶子的这个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见到这个色法的时候呢，就是也见到了这个瓶子的一切部分啊，就一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那个瓶子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红色的一个瓶子，那么我这个红色的瓶子实际上就跟那个瓶子呢，就是无二无别的，就是一体的。以这个缘故呢，我见到了这个瓶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个瓶子上面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成分，所有的这个部分呢，都已经这个现量见到了。有些人，我们也可能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吧。我见到瓶子呢，就是肯定是把这个瓶子的所有的这个部分呢，已经见到了。因为实际上，人们都承认是我今天见到什么什么。我今天见到瓶子啊，我今天见到这个柱子啊，就是也有这样这个说法。是这样的话，是怎么没有见到那个真实的瓶子的体相呢？就是可能有这样认为的。那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就是相当于说那个，你其实没有见到真实的那个色法，就是如果你知这个它的部分见到也是能全部见到的话呢，那这个它的部分没有见到的缘故呢，就是全部都没有见到，就也可以这样做，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一种推理方法。他说那个若有见色果，远远见一切，犹不见一果，则隐因不显。就是观察上来，瓶子是由八种微尘组成的，但是我见到这个色它的这个色法的话呢，就是还其他的这个七个微尘呢还没有见到，所以呢就是其中一法没有见到的因果。比如说我那个看见瓶子的时候呢，但是那个鼻子呢还没有这个接触到瓶子，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这个缘故呢，就是你刚才那个所见到的这个色法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啊，就是这个所以呢因不显，就是你不是刚才说是已经见到了色法，但是这个说法呢，就是从现在翻过来讲，这个这也是不合理的了，也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那个现在我们可以光说吧，就是光说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人们在那个没有观察，没有这个加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认为都这个我已经见到了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见到这个人呢，我见到这个法以后呢，自己心里产生痛苦快乐等等，有这种这个虚幻的分别念。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虚幻分别念呢，就是世俗的一种假象，就是真正在这个理智面前呢，就是就是无法那个堪忍的，就是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这个事情。就人们呢就平常迷恋当中是这样说的，我今天见到什么什么，我见到瓶子呢，瓶子的颜色等等，就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没有观察的一种说法，真正去观察的时候，我所说的这个瓶子呢，就实际上是没有见到的。怎么回事没有见到呢？他真的这个就可以这么做吧，就是由于见色过，就是因为人们呢就是从他的这个眼识呢，就是认为是已经看见了这个瓶子。但其实呢，就是瓶子呢，我们昨天也讲了，就是已经是这个八种微尘组成的，就真正它的这个成分这个去观察它的成分的话呢，就是它是那个八种这个微尘组成的。那么八种微尘组成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加持时候是你真正的现在见色法也是相当进一步的要脱掉，就是就也不成你的。但加持时候是你的这个色法呢，就是成你了。
这个你见到这个色法呢是成理的话呢，但这个呢就是也不能等于这个已经见到这个瓶子了，就是不能这个见到瓶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就只见到这个瓶子的一种这个颜色啊，就是只见到这个瓶子的这些外面的这个色法。但其实呢，这个其他的这个它七个这个组成部分的位置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这个见过。就这样的话呢，你平时呢当你做是那个加字，只是你见到了这个瓶子的色法部分的话呢，还凭什么当你说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八大七大维持呢都已经见到了，就是这一点是实在是不合理的，就是都不应该这样做的。如果你那个从这层面吧，就是它的部分已经这个见到了的缘故呢，就是可以承认这个所有的总体的这个见到了。那你既然可以这样承认的话，我们从这个翻过来说，翻过来说的话呢，当你这个瓶子呢放在你的前面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这个眼睛就是看见它了，但是呢你其他的这个根识呢就是没有这个接触它，没有这个接触它，没有这个其他的时候呢，没有这个说其他的时候呢，那你这个以这个缘故呢，就是所有的瓶子都没有见到啊。这个推理方法还是很好的。我们这个平时呢就是这真正体这个用这种推理方法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推理方法是非常好的。就是那谁也说吧，就是刚才所说我们部分见到的缘故，其他整体都没有见过，部分见到的缘故是可以承认所有的这个部分这个已经见到了，就是你可以这样承认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我们那个部分没有见到的缘故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整体呢也没有见到，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就凭什么当你不能说呢？就是你只论这个前者呢就是可以说的，后者呢就是不能说的，这是谁规定的？就是那个，就是谁都没有这个理由的，就是这个矫正也没有，理论也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两个道理呢，就是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同样的，就是同样的。所以以这种方法来破这个对方的观点的话呢，这个对方呢就是不能说是我这个见到这个瓶子了。所以现在呢，就是看来这个孙乾人士呢，把我们都这个这个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是。就已经这个觉得这样的了，就是眼睛也看不见那个瓶子了，然后瓶子没有的话，这肚子也看不见，碗也看不见。等一会那个走路的时候，还是肯定很多老年人可能好一点，就是年轻人很麻烦的，因为老年人呢，这个正面还没有动到，就是收拾，他就可能不用紧。有些老年人和小孩子呢，就是他就没有这个动到这个证明，就是他仍然还瓶子是可以见得到。然后那个尤其是比较聪明的人呢，就是他总觉得是这个确实是现在那个一切办法都见不到了，就是所以没有延时了，没有延时的话，就等一会出门还是可能有点困难，大家注意啊。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嘛，就是下面呢就是第四个问题吧，就是昨天不是分五个问题，现在这个破为设自相是现念经，下面呢就是破那个我们都是一般来说这个对刚才那个是瓶子是七种维生组成的，但是那个其他的八种维生组成吧，其他的七种维生的时候我们见不到，但是呢七种那个色法部分的话呢，我们应该一样是来就是肯定看得见吧，就是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但是这样的这个想法呢也是错的，真正来讲是你这个色法部分呢就是还没有看见，就不要说是其他的这个像那个什么第四喉峰啊，还有那个其他的这个昨天说是相为出，就是当当就是其他的这个七大部分都肯定没有见到，就这没有什么说的，但是你自己明明所承认的那个色法部分的时候，我们真正去观察的话呢，就是你的眼是根本没有见到过，就是下面呢就是说那个瓶子呢，就是它这个对方呢就是也可以这么说法，就是瓶子呢就是虽然不是那个先量这个见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整体呢就是不是这个全部就见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用自己的眼识呢，就是它的部分吧，就是它的色法部分啊，就这个很多人是我们也这么想的吧，就是瓶子的那个其他的部分的是，当然我的眼识是没有这个见到的，但是呢我的眼睛当看到那个瓶子的时候呢，那瓶子的那个其他不是其他吧，就是它的部分呢就是也应该见到，因此呢可以说是那个自信的先量这个见到，就是这一部分是可以这样承认吧，就这样想的。但这种说法呢也是完全是不对的，怎么不对呢？即为于品则也非先见性呢，一笔有必粉自分增粉骨。他说你们这样这个所唯一的见到了那个瓶子的色法部分吧，那瓶子的色法部分的话呢也其实真的没有现念见到过，就是非现见性，这个并不是这个现念见到性的，并不是说这个现念见到过它的本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彼有彼粉，就是他这个你刚才那个不是瓶子呢，就是他有那个彼粉次粉正粉骨，就是不是那个瓶子的话呢，就是他是有很多这个微尘组成的，那么微尘组成的话呢，就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它有这个鼻粉、刺粉、正粉，就意思是就是这个瓶子的话呢，就是这边、那边，还有这个中间，就是有这样的缘故。那么你的颜色呢，是这边见到的话是哪边没有见到，哪边见到的话是中间没有见到，就是。因此呢，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只不过是我们一种这个现象呢，就认为是我先前见到的。其实真正的这个瓶子的话呢，就是它有，比如说啊、这个它后面呢就是有这个800个这个微分，中间呢有800个微分，然后这个前面呢就是800个微分。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我们这个眼前呢，就是之间的个可能部分的这个微分就是现象而已，它中间的微分和后面的微分和这个这些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见到过的意思。什么是光速啊？什么这个瓶子的其他部分的大概没有见到，但是这个色法部分呢，也应该这个见得到。这个一点是这个先前见到的，也可以这样安理。但这种说法的话呢，实际上是也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就是就他跟你说是唯一这个对这个瓶子的色法呢，也非先见性质的，也并不是真正的你的这个眼识呢，先眼而见到过他这个瓶子的色法部分的本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必有这个必分，就是因为这个瓶子的话呢，就是不单单是就是我们这个色所的这种瓶子那么简单，实际上是这个瓶子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内里外的这个可以说是组成吧，就是它有这样的。就这样的话，就当我们这个眼识呢，就是我们人们就认为是我已经看见了，但是真正去看见的时候呢，这个瓶子的这个外面，就是或者是里面，或者是它的这个哪边、这边、中间，就是哪一些部分这个见到的啊、就是因为它呢，这个瓶子呢，就是有可以说是有多种质粉组成的啊、就是多种这个鼻粉、中粉、气粉，这个什么就是或者是左边这个右边中间，或者是这个上面下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很多的微粉这个组成部分的，它从其中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它是这个鼻粉、刺粉、正粉吧，就是分了这个三粉。然后我们这个刺粉的话呢，就是刺粉是我们最近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一粉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也可以有这个上粉和下粉、正粉。然后这个中粉呢，就是还可以分那个左粉、左粉、这个右粉，还有那个中粉，就是也可以分。然后这个它的这个中粉呢，也还可以这个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后的已经这个变成微粉了，可能微粉的观察前面还有的就是，但是这样也可以看不完全的是它的这个交易。当中有个说是那个成分的这种微分的话呢，就是还可以进一步的分析。这样分析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所见到的真正的这个瓶子的整体呢，就是实在是不成立的，就是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一种逆转现象，就是认为呢，就是已经这个现场见到的瓶子。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慢慢的看瓶子，想着瓶子找不到，就是一直看柱子。还可以，如果你们瓶子看不到的话，我前面有个碎片，就是大家都看吧，好吧？不算小方法的话呢，人们都认为是好像那个现在的世世代代存在的很多方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观察和推理呢，就是完全断掉我们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室友的执着啊，就是室友的执着。就这样以后的话呢，你自己也是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心识呢，就是真正能认识到，就是这个现在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外境，人们呢这个心里面所见到的这个，因为一般来说的话是从明眼当中的鲜明来，就是在明眼来说是它是比较这个真实的一个量啊，就是不像那个就是非量，就是一个正量。但是人们这个称为的这种正量也实际上是暂时的一种假量而已。真正用这个圣地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所承认的那个鲜量呢，就是也是得不到的啊，就是鲜量也是得不到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那个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下面讲第五个问题。识鼻能你说你相同，就是然后那个他们不是说是这个见到瓶子吧，就是见到瓶子的这个能你和说你，就能你呢就指的是你有，然后说你呢我们要进行轮整的这个事物，就是进行轮整的这个问题呢就叫做是说你，就是所有这个疼你的，所有疼你的这个问题呢就经常叫这个说你，然后这个能你呢就是我们这个依靠一种证据来就是进行轮整，就是这个叫做是能你。所以中国迎春派的很多这个怎么讲，就中观的这个特殊的一种法义吧，就是特殊的一种这个名词所以呢就是我们用任何一种能力呢，就是要进行这个轮整，这个它的这个受力，就是所以在阴影当中也是经常是这样的，你的这种受力呢就是没有能力的缘故不成立，就是所以辩论的时候呢也经常有这样的这个法语。但是我们很多人不要说是辩论，什么叫能力所力都不知道，就是所以所叫能你说你呢，就是能你是可能是我就站起来的，就是我叫做是能你，说你呢就是我所站的可能地方就叫做说你，就是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不要这样理解，好不好？
能你说的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说吧，就是就是那他那个是通过一种这样的这种，不是我们说是现在这个鲜娘见到的应该存在，但是鲜娘这个见到的这个女友呢就什么都没有，就是所有的女友呢就已经变成了这个就是所有的这种女友呢已经变成了这个废女友了，所有的这些龙女呢已经变成了这个素女了啊。这个如果这个龙女和素女就是全部一样的话，那就是那就没办法这个真明白的。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已经犯罪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开始给他那个作证，然后这个作证的那位人呢就是也是已经这个犯人。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他说这个我没有偷东西，就然后没有偷东西的话，他有什么证据呢？就是他说是他就是我的证据。然后其实那个说是他的话，那就他也是一个这个仆人的话呢，那就龙女素女就已经这个碰到，那就是就没办法这个真明，就这个意思。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分析他的问题，说是即为分有我银粉低思塔银不称为正一种不可成。他跟你说那个即为吧，就是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讲的这个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瓶子的即为，就是不所看见瓶子的这个围城呢，围城呢就是即为分呢，就是这个有有无，就是它呢就是到底是存不存在，就是这样呢就是可以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啊，就是有分第四察，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围城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各种方法呢，这个它的前方后方然后上方下方存不存在，就以这种方法呢就是可以这个观察。那么观察以后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围城呢就是也是这个不成立的了，就围城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个银不称为真，就是银有了一个不能成立的证据来这个一种不可成，就是那么你做这个按你的意义呢就始终是不可能成立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要这个要成立什么呢，成立要下面见到瓶子，但是下面见到瓶子的女友是什么呢，他说是这个瓶子这个下面见到，因为瓶子是实实在在存在，就是他是以这样的这种原因来这个给我们这个论证的。因为我们就是你那个下面见到肯定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证据呢就是现在瓶子的这个围城都还不成立，就是瓶子的围城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观测，进行观测的时候瓶子的围城呢就是根本没有了，如果瓶子的围城没有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能力呢就完全都已经成了生理的儿子一样的了，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没有能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回事成立的呢，就是根本不会成立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这个论证的。我们这些呢就是可能也稍微有点难懂一点，就是但是呢就是头脑清醒一点了，然后是上课的时候是没有打瞌睡啊，心没有胡思乱想的话呢，这些道理呢就是比较容易，本来比较深，就是再加上是心没有专注的话，就可能有点点困难。这个刚才知道了吧，这个意思呢这个能力说你通等的这种女友呢，在中观这个中观的推理方法来说的话呢，就是它非常这个强有力的一种这个历程啊，对。然后在这个引领当中呢，就是也是经常那个用这个能力推理通等的方式呢，这个迫使别人的这个对方的这个观点就这样的话，是我们经常辩论的时候也是这个能力说你通等的这个观点呢就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呢就是他说我这个就今天什么什么呢就是已经成立了，成立有什么样的女友的话呢，然后他的女友呢就成了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呢就是已经成了这个还不成立的一种话的话呢，那这个能力说你就碰到呢就是已经这个这两者的字就是都是那个没有这个差别了，就是意思这样的。所以这个能力说你同等的这种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大家还是有时候他的这个观察方式吧，就是因为中国当中也这样的，引领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很多这个推理的方式告动了以后呢，因为在不管是看见哪一个镜和能点的这个推诊呢就是比较好说，就是如果他的推理的方式不懂的话呢，好像这个很多经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意思呢都是有时候都是一样的，有时候是都是不相同的，就是有点糊涂，就是有怎么说啊，就有点这个模糊，就始终是这个解不开这个问题，就是也有这个困难。这样的话他前面呢就是即为分有分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最后这个剩下我们进一步的就是还是分析吧，就是分析这个微分，分析这个微分的时候呢，最后呢就是剩下了一个就是很细微的这种微分，那么很细微的微分的话呢还可以继续这个观察，就是他有没有这个防粉的这个方式来这个观察，所以他有没有防粉的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因为如果有了这个他这个前方后方啊，就是就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他已经成了这个多防粉的一种这个
合格的维称呢啊，就是它是一种加冕的品种了，因为它呢就不是正式的一种品种，就是它是有一种很多这个方分这个维称这个称名的，就是这样的。如果呢你说是哪个方分维称呢，就是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没有的话呢，就是拿这个瓶子的这个本性呢也是没有的，就如果瓶子的本性也是没有的话呢，那就怎么会是成立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所看见的这个防风围城呢，就是可以进行的观察，进行观察的时候到底那个你所看见的这个瓶子呢就是是不是围城组成的，你说肯定是的，那么是围城组成的话呢，这个围城呢是有防风围城呢，就是无防风围城，如果你说是有防风围城的话呢，那么这个有防风围城的这个瓶子呢是一种下你的，就是不是正点的事项的瓶子，所以你现在见到的这个瓶子呢还是不成立的意思。如果你说是我现在所看见的这个呢就非防分围称，就是没有防分的围称，没有防分的围称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所看见的这个瓶子呢就逐渐观察以后呢就已经成了这个十米的二字一样的，成了空心的，所以呢就是你现在说是我看见瓶子的这个楼里呢就是不成立的。如果你说这个看见瓶子的这个楼里，就是这个所见的这个楼里和内有不成立的话呢，那么从这样的楼里当中所得到的鲜亮见到的这个所里呢就根本不成立的，就是他的这个观察方式呢就是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因此呢我就大概就讲了以后呢就是也算是一种大概思路的作用吧，就是然后呢你们自己呢就是进行呢就观察，就是观察以后呢就是可能你们如果这个相信这个动脑筋的话呢，就是比可能这个加斯杰的这个智慧还厉害的，不知道就是还加斯杰的解释的不是很这个好的，我的这个解释的是更这个畜生啊，就是也许你们可能有这种感觉的，不知道也许是不知道加斯杰也在这个做什么呀，就是然后坎波就更不知道就是在做什么，就是然后就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伦理说你呢就是他跟你这个一种不成立，就是一呢就指的是现在我们进行论证的这个鲜亮见到的意义吧，就是可能这个那么鲜亮见到的这个意义的话呢就是始终是不成立的，因为你的这个证据不足啊，就是证据不足，刚才我不是比喻吧，就是一个人呢就是说是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人说是我这个今天就是没有偷东西，就是昨天就是我们这个门卫组呢就找到了一个膏药锅，就是不知道是谁掉的，就是啊，假如膏药锅掉了以后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比喻了吧，是吧？然后呢，就是，就我们这个抓到了一个人，就是抓到了一个人的话呢，就说是你这个膏药锅偷了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我没有偷，我没有偷的话，是你有什么证据呢？就是他说我旁边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是我的证据。然后我们说是啊，你旁边的人是肯定不能证据，就是这也是你跟一起的，就是他也是这个偷人，就是后来这个人呢，就是冷你说你都痛的呢，就是没办法呢，就是因为他那个冷你呢，就是先这个偷膏药锅的人，然后这个不是锁你呢，就是先这个说的，然后这个锁你呢，就是冷你呢，就是后面这个做证据吧。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的，他那个鲜亮见到就是存在的，为什么鲜亮见到呢？因为我这个瓶子鲜亮见到，现在那个瓶子都不成立的话呢，你的鲜亮见到是怎么成立呢？就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伦理说你同等的这个观察方法是这样的，相当于这个其余的这个推理吧，就是其余的推理方式呢也是这个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鲜亮见到是不成立，就是是应该是这样吧，昨天我看这个选择哪里这个坡我们的这个外境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实呢就看见这个外境的这个道理。下面呢就是圣贤人师就这样说的，说是那个一切成粉舍无成为义务粉，古言作粉舍自重也非由。前面见到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这是一种云眼驾鹤啊，就实际上是云眼驾鹤。为什么呢？一切称粉色，就是它跟你这个粉色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如说色法吧，就是这个色法的这个自分部分的色法，就是一切这个就现在这个自分部分的这个色法的话呢，也是称为那个油分的，就是油分呢就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指油分呢就是可以叫这个真体，然后那个脂分呢就是可以叫这个肢体，就这个呢他那个人杰呢就说得很好的，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法的话呢就是都有一个整体和肢体法，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肢体呢就实际上是它的一部分，就是整体呢就是全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实际上是它是这个管打安逸的，就是这个肢体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整体来安逸的，然后整体呢就是依靠肢体来安逸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金刚相目珠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是有很多这个含珠自动地色，就是然后呢就成为一个金刚相目珠的整体，然后所谓的这个金刚相目珠的这个整体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很多这个肢体，这个肢体呢就是依靠这个整体来这个取名的，因此他们两个呢就是非常这个观待的。
他这里呢就是说说一切成分色，就是一切成为这个分体吧，就是分体的这些色法的话呢，有可以称为这个油粉，就是油粉呢就是这个是正体啊，就是正体。然后呢这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现在世界上的这个万事万物的话呢，都是这个观带而这个产生的。那么观带而产生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那个如众论当中也是这么讲的吧，就是所谓的这个马车，所谓的这个马车的话呢，就是马车的很多民间呢就是聚合的时候呢，你称为是马车的。然后呢这个马车呢就是可以叫做是油脂，然后那这些这个脂粉呢就是可以叫做是那个脂粉吧，就是那么很多脂粉聚集的时候呢就是叫这个马车。但真正的这个脂粉和这个油脂呢就是存不存在呢，就这一点也是不存在的。因此说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显眼见到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人们呢就是经常说好像比如说像瓶子的话呢，就是瓶子有很多的这个微尘的质体，那么微尘的质体呢就是以这个聚合的时候呢就是成为是瓶子，那么瓶子呢是一个总体，总体呢就是离不开，在面当中来说是离不开这个质体，质体呢就是也离不开就是总体，就这个意思。所以一切成分这个成分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有可以变成那个油粉然后这个油粉呢也可以变成脂粉，所以呢这个言问言所问则此种非此种也得有。那么这个我们言所问则当中呢，也实际上是没有正式的这个实有的法他那个罗巴佛佛呢，就是这里面也这个讲的比较清楚，就是比如说他是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个瓶子吧，一个瓶子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脂粉呢灌在那个就是油粉，然后这个油粉呢就是也灌在这个脂粉，而且我们这个烟所或者是文字上所谓的这个瓶子的话呢，也实际上是并不是实有的，就是罗巴佛佛是这样这个解释的他那个烟所文字不实有呢就是不成立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说瓶子，说瓶子呢就我的课里面也可以说瓶子，然后那个文字上呢就是也可以写这个瓶子，但是以这种语言呢能不能真正这个表达瓶子的实有呢，就这一点也是说不能的，因为文字也是一种假象，然后这个语言也是一种假象，所以说呢我们人们呢是经常说瓶子有吧，就是瓶子没有的话是我课里面怎么会说出来，然后文字上是怎么表达，就是就肯定会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呢也不能这个代表真正这个瓶子的实有，就这个意思。就这样的话是在这里面这个也是这个很像和那个加斯杰的这个说法吧，就是加斯杰呢就是也是这么讲的，凡是那个这个名言当中这个所存在的这些法的话呢，就是全部不是这个凡是名言所存的一切法的话呢，全部是一种这个名言的这个表象吧，就是名言的一种这个圈表，实际上呢就是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就是那么加斯杰也是这样讲的。就这样讲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所见到的这个瓶子也好，所见到的任何一个法的话呢，都是观达而立的，就是观达而立的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它的本相是不可能是有存在的，就是是有存在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观达而立的，就是那么不观达而立的那个整体和肢体的这个法呢，就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一个整体和肢体的这种法要存在的话呢，就是一定是观达而立，观达而立的话呢，就是那它的实相是肯定不存在的，所以呢这个瓶子也是不例外的，就是瓶子也是这个是观达而立的，但是你不要认为是以这个语言文字表达的原因呢，就是它也是存在，就是不能这样认为的。那么这也是不能这个代表的，就是因为语言文字它自己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假立的，然后它所表达的这个瓶子呢，也跟这个谈不上是有的啦。就是因此用这种方法来应该论证就比较这个符合道理。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别陀吧，就是别陀呢在哪儿？陀心有自性，有根所取；陀一时其仅有自性。第一则分耳，婆说见是有，婆说问是有。一则分耳，婆经是有，婆有经是有。这些都可能好重吧，因为我们一些名字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第一则呢有分耳，就是婆雷部和婆外部的这个做法吧，就是这个雷道的做法和外道的一些做法。第一则分三，第一则分三。那么这个课堂呢就比较长吧，就是有先色与心色所色的色自相为言识所取之境。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就这样吧，就是观察那个心色现色而破，就是观察这个心色现色而破，就是第一个是这样的。还有那个什么观察心相自相是意义而破，对这个观察心相是意义而破，这个后面都可以。我看就是观察心色心色而破，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观察那个思法
观察四大而这个破，就是可以观察四大而破，就是这样的。不然这个在那个课堂台上呢。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名比色是有危害，就是分这三个问题。然后第一则呢，就是观察心色，心色则一而破，就是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呢。这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鲜色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白色、红色、蓝色这个颜色方面就叫这个鲜色。然后这个心色呢，就是指的它的这个形状方面，就是长方形、三角形，就这些都是，三国形，就是我们四川人说是三国形，心色相似所色的瓶子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自相存在的，这一点是眼睛也能看得见的，所以这个瓶子先能见到是应该存在的，因为这个颜色和形状所成立的那个瓶子呢，就是也存在的，然后我们这个眼睛也是能看得到这样的瓶子，所以呢，就肯定这个先能而看见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应该存在的，就是很多人是这样认为，因为我们那个稍微学过一些宗派的人呢，就认为是一些法师是有的，就是他就尤其是学一个移民的人呢，都总觉得是我眼是肯定看见了瓶子的颜色、形状，就这样认为。那个明显是有形呢，云何去形色？吉祥去形色，何故不有神？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观察他的这个形色和形色是一体或者是一体。如果你说是那个明显色以外呢，就是有一个形色的瓶子，比如说离开了这个颜色以外呢，就是就不是一体的，不是一体的话呢，就是应该承认这个离开形色以外的有一个形色的这种瓶子。那么既然你这样承认的话呢，云何去形色？就是那。那么你当你这个看见那个现色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就是当你这个看见那个心色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见不到的？或者呢，就是当你这个除了颜色以外呢，就是就除了这个有颜色的瓶子以外的这个有形状的这个瓶子能看得见吗？就是意思是这样的，因为它那个现色和心色呢，就是分开的。如果现色和心色分开的话呢，我看见一个红色的瓶子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没有看见这个瓶子的形状，就是只看见一个红色的瓶子。但是有没有这样呢？就是肯定是没有的，就。只有这个颜色没有形状的这个瓶子呢，就始终也是做不到的，就是所以说你第一个方就是第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也不成立的，就是只有颜色没有这个形状的瓶子呢也没有的。然后你翻过来说是，那么只有形状没有颜色的这种瓶子有没有呢？就这也是没有的。如果你承认这个颜色和形状是分开的话呢，就是那就不得不承认其中的一份，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这是观察方法当中是一个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吉祥去显色，就是如果你说是这个颜色和形状呢，就是一体的。就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不是分开的话呢，那么这个形状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所感受到的东西呢。那么这个身体所感受到的东西的话呢，那么这个身体呢，就是为什么不感觉到这个这个它的这个颜色呢？因为是它是在本体上是一体之故，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这个大家都知道吧？你如果说是瓶子的颜色和形状呢，就是是这个一体的，就是无二无别的。那么无二无别的这种本性是有的，这个在本性它的那个外境上面存在。那么外境上面的存在的话，是我们这个瓶子的形状呢，就是我的那个这个身体的是可以感觉得到啊，就感觉得到。就比如说这个晚上黑暗的时候，就是一摸一摸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是个椭圆形啊，就这样的。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和跟颜色呢，就是无二无别的缘故，那么你一个身体呢，也应该感觉到这个瓶子是什么颜色的。就是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那没有眼睛的人都是能看见那个瓶子的颜色，就是多么好啊！就是世界上的这个盲人都没有了，就是。那这一点肯定对方也，这个肯定方式你们肯定也知道吧？如果不懂的话，那下面呢，就是在会上内部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问一下，我看你们的表情的话呢，就是聪明一点的人呢都已经翻译过来了，就是有些可能稍微笨一点的人呢，就是这个推理方法就还没有就正到，但是因时间关系，我再说的话呢，就是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说你们这个推理方法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我们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心色和现色吧，就是因为现色呢就是眼睛这个所看见的，然后心色的话呢，一般来说身体也可以那个借助的，就这是根据聚色论当中是这样叫的，所以说吧，我们晚上黑暗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这是什么这个。椭圆形啊，长方形啊，就这些的话，是我们这个素来就是开始摸着的时候也是知道的啊、哦。就今天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可以看就可以知道的。但是呢，就是它那个身体呢，就根本不知道，就是它是什么颜色的。但如果这个颜色和形状呢，就是在瓶子的本体上是一体的话呢，那当我这个身体呢，就是接触它，就是我就知道是它的这个四方形的时候呢，也知道是这个瓶子或者是其他的物体是什么颜色，就是也应该知道了。这是我们好好考虑的话，也是这个概念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因此这个对方呢。
就是现在直接这样观察的话呢，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话说的了，就是不管承认这个颜色和心脏是一体的，如果颜色和心脏是分开的话呢，那么除了颜色以外还有一个心脏的，这一点也是找不到的。如果你说这颜色和心脏呢就是是这个不能分开的无二无别的话呢，那么这个盲人也自然看见那个有这个家里面的是没有这么说，但是我像我这样推理的话，那就还可以说，如果你说是颜色和心脏是这个不能分开的，就是无二无别的话呢，那么这个盲人呢就是也可以这个看见这个的。还有呢，就是有眼睛的人呢，就是也可以能知道这个他的这个形状吧。就是一般来说是这个形状呢，就不是原始所见到的，这是地水人里面讲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形状的话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技术，但是这个理论呢，就是很有辩论的，就是以后我们再说吧，就是。下面我们那个继续讲中观四百论的第十三品。十三品呢，就主要讲那个破根经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就是有这个根和茎的执着，就是根茎这个结合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鲜亮的这种就是执着吧，就是那么这些呢。在我们的这个象棋当中是比较这个坚固，因此三天人是依靠种种方法来就是破我们的这个根子。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贾子杰是在这里面说那个破有四大种的隐有，由隐边序为岩石所取的色金色自由，则岩石应当冷取大众和塑造色，所以他方非常差。我真的说的是那个观察那个大众吧，就是然后呢，就是破这个根茎或者是破这个石油的这个色吧，就是也可以这样讲。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前面是已经讲了那个我们很多人认为呢，就是颜色和形状呢，就是在本性上面是存在。然后呢，我们这个看见呢，外面的颜色和形状呢，算是一种鲜亮见到，就是这样的一种辩论。那么现在就是也是这个辩论的方式不同，主要是我们把这个辩论的方式呢，大家应该要懂到的。每一个这个宗观当中呢，就都有不同的一些辩论的方式。如果这个方式呢，就是我们这个彻底自己已经懂到了，不是字面上懂到了，就是在这个内容上呢，就真正已经懂到了它的辩论的方式的话呢，以后你观察任何一个法都可以的。因为这个三天人士呢，可能喜欢拼的就是他只说拼的，就是没有说其他的法。下面就是用另外一种观察方法。他这里说那个色处呢，就是是实有的，就是大家知道这里面的处呢，不是说是外境的意思，就是我们那个有十六处吧，就是无尽无根，就是无根是中共有十六处，是十二处。那么十二处当中的其中的这个之一的色处吧，就是这个色处呢，就是他们说是认为是实有的。色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色法啊，就是所谓的色法。但是基础当中呢，就是它那个处啊、界啊、云呢、就这些都不同的那个分类、不同的法相、不同的定义，都有一些这样的。所以它针对这个色处呢，就是也是一个不同的法语法术。他说这个色处呢，就是肯定会是自由的。为什么是自由呢？因为就是这个色处呢，就是它有这个一个银色啊，就是银色呢，实际上是那个就是四大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看见的这个，按照这个知识论的话呢，这个色呢，就是也可以分一个银色和过色啊，就是它是这样分的。然后实际上是这个银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大，就是过色呢，就是我们这个色显现的，就只是从那个因为各方面，从家里方面呢，就是也有这样这个分的。然后他们对方呢，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说是外面的这个色法肯定是存在的，为什么存在呢？因为它的银就是四大呢，就是存在的缘故，就是它是这样的这个一种理由。下面孙权人士呢，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四大的这个银色呢，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现在在这里面的这个破的这个背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前面说是破这个雷部吧，就是雷部呢，就指的是那个雷教的一些有识宗的宗派，就是有识宗的观点。有识宗呢，就是他们承认的是那个色法呢，就是也应该这个存在的、是有的，就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中国隐身头要真正这个觉得诸法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不能承认这些，就是这些法呢，实际上只不过是以从家里而已，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思。怎么不存在呢？就是相当于说，如你意思来不见于色影呢，
若如是以下节古何果言不绝，就是他整理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是如果你看了这个色法以外，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所看见的这个色法以外呢，不见于色印，就是根本见不到其他的他的这个真实的印啊，就是其他的一种色印呢见不到，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见到的色法呢就是这个色法，除了那个以外他的印呢就是现在的是没有的意思。如如二题，就是如果这个色法和也可以说是这个色印和色果，或者是这个银色和这个果色吧，就是那么这两个呢就是二体实相这个存在的话呢，何故厌不起，就是为什么是我们的眼睛去不到呢，为什么是我们眼睛就是斗不到呢，就是不能自主呢，就是意思是这样的。下面这个光说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他因为对方呢就是他认为是那个说法呢就是是这个是一种过，然后这个说法的因呢就是四大那么四大呢就是应该是存在，四大存在的缘故呢就是这个外境的色法应该存在，如果外境的色法存在的话，所以我们前面说是一直叫那个邪念不存在，那么这个他想逐渐呢就是把这个邪念也会成就的，就是成你的这样想的，然后前面说是这个人你说你同等的这个国事当中呢，说是外境这个观察的色法也不存在，就是、这样想的，那这样的话是他们对方呢就是认为是那个色法一定要存在，那么色法这个存在的理由呢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理由，那么下面呢就是破他的观点，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通过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眼睛呢就是可以看见那个色法，当看见这个色法的时候呢，除了这个色法以外有没有一个这个地色和尚当中，就是除了这个其他的这种分体呢有没有，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可以观察，如果你说是没有啊，就是从两方面可以观察，如果你说是那个色法呢就是没有的话呢，那这个你所说的这个除了色法以外的这个因所存在呢就是不成立的，就是这是一个的，如果你说是那个除了那个色法以外，这个然后是还有一个因法存在啊，就是因法存在，因色存在，因色存在的话呢，如果是我们中观法的话呢可以，但是呢你们是那个承认为是实有的法，那么实有的法的话呢就是不可能是有这个一个这个因色和过色啊，就是过色呢就是两个本体呢就是这个存在，就是这一点是不合理的，因为所有的这种实体存在的话呢那就不可分割的，那就是不能的，如果你那个你因的时候不是果，果的时候不是因，这种方法呢这种整个怎么说啊，就承认呢就已经承认，加你的承认呢就不是实有的承认了，因此说呢如果你承认这个为是二体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验识呢就是为什么看不见，比如说当你这个看见柱子的时候呢啊这个是柱子，就是然后呢柱子以外就是它的这个因法是这个，就是然后旁边呢就是身边我们应该看得见了，但是呢就是看不见的缘故，就是如果存在的话呢，因为柱子的真正的它的这个因色存在的话呢应该能看得见，就是这是这个可见的这个显影，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可取的这种显影就是没有做到的话呢，这说明呢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呢这不过是你们自己这个说说而已，实际上是你这样的这种做法呢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意思了。这是那个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讲，然后下面呢就是明鼻色去有海，就是下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这样承认的话吧，就是除了这个色法以外还有一个因色存在的话有很大的过失，那个色法以外还有一个因色这个存在，那这样认为的话呢这种这个观点就是有很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这样承认，为什么不应该这样承认呢，就下面那个僧伽人之说，见地密为见师生根所取，时以为初种来可说明敌，他这里说那个我们见到的这个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所见到所谓的这个见到的地法就是地法，大家都知道那个地色活动里面的有一个叫地法，那么这个地法的这个本性呢就是很坚固的就是因为每一个四法呢就是它有不同的法相，然后其中呢就是比如说对这个地法而言来说的话，那这个地法的法相呢就是坚固的，那么这是坚固的这个法相是谁知道的呢，师尊更所取，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身体呢就是这个身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身根呢就是可以接触，身根呢就是可以去这个它是坚固的，就是是它这个治疗的就是比如说某某东西呢就是谁那个吐了，就是然后这个谁看见的呢就是哪一个人什么什么人就是他看见的，然后某某人呢就是已经这个违反信任的记录，这是谁听见的呢别人听见的，谁看见的呢别人看见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那么这个地大是这个见过的，这是谁知道的呢，就是这个僧根他老人家知道的，就是他所去的
以是为主宗，来可说，来可说女帝，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地道吧，就是所谓的地道呢，实际上是这个唯有的一种这个出局啊，就是不是那个平人的感觉，也并不是这个我们的见识的感觉，也并不是常委的感觉，就是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这个身体那个借助的一种感觉来，就是判断的，就是是唯一呢，就是出宗来可说明地，就是因此呢，以这种方式来，就是说明为是地，就是地道啊，就是地道的。那这样的话呢，一说就这是我们这个年数吧，就是像这个光速的话呢，刚才我们前面不是讲了这个，如果你的这个色法吧，就是色法呢，就是如果真正除了那个色法以外，还有一个地大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可见的，就是这是从一个方面的对他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你就是那个佛法和这个地大呢，就是从在另外一个方面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那就你的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色法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眼睛所看见的对境呢，就是眼睛所看见的对境。然后你们这个所说的它的这个因色，就是地大法，所谓的这个地大呢，就是身体那个所得到的一种对境。那么这样的话，说一个是身体所得到的这个身体所得到的对境，一个呢就是眼睛看见的对境。那么这两个法呢，就是是同体的话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真正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明眼方面的这些法，如果真正要去就是找一个根据，就找一个真实的一个合理的答案的话呢，谁都得不到，因为它是假你的缘故。如果是假的话呢，就我们这个平时也是这样吧，如果有些人这个说假话或者是说一些妄语的话呢，然后我们慢慢问他的话，就是到了一会儿就他就发疯了一样的，就是什么都这个说不出来，就是然后因为他这个全是这个说的这个谎语，就是这样呢，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呢，就是因为是他是假你的缘故，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是那个假你的缘故。真正一个实有的一个问题和实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就是要答出来的话呢，就这是这个答不出来。因此这个缘起空性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真悟缘起空性的话呢，这个有始终呢，就是受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的话呢，就是始终是不成立的。就你看在这里也是这样的，他这里所说，因为刚才前面呢，就是说是那个色法呢，就是是这个严谨的这个对境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就现在是如果这个色法和这个他的这个地大吧，就是地大两个合成一体的话呢，那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就是为什么不可能事情？一个是严谨，就是所得到的对境；一个是身体所得到的对境。这两个呢，就是没有这个关系呢。没有关系的话，是怎么回事变成一体呢？如果变成一体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就也有很多的果实。因此说呢，他这里也是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大呢，就是是这个是见过的，就是它的法相是见过的。然后谁知道这是见过呢？就是这是那个神根呢，就是所知道的。那神根所知道的话，那所谓的地道呢，就是决定是一种那个出局啊，就是决定是一种这个出局方面来这个判断的，并不是从这个颜色方面来判断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色法呢，就是这个眼睛所见到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说它两个这个不同的对境呢，就是在一个物体上面存在的话，是真正你从这个观察当中所得到一个结论的话，是这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呢。因此呢，你们就是如果认为这个因色和果色呢，就是实有的话，那么他们之间呢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这个果色如果是这个实有的话，那就是跟因色就是一点互不相干。然后是因色这个如果实有的话，是跟果色呢就是也没有任何这个差别。所以这个因色和果色大家都知道吧？因色呢指的是那个四大方面讲的，这个果色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色法方面讲的。你们有些没有这个学过怎么说啊？就是句式的话，是有时候这些比较简单的法语呢，就是有点就是不太懂，就是什么叫做因色果色，是不是果色就叫做是苹果呢？就是这样认为的话，可能不好。这样会就这个犯了很大的这个过失了，就是因为他们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因色呢，就这个果色呢，就是已经成了这个无影的这个过失了，方面见到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你从果色方面、因色方面、一体方面讲，就这么会观察，这样观察也是实际上说，我们就是所得到的这个外境呢，就是是得不到。就是因此我们的这个看见和我们这个所见所闻呢，全是假立的，就是主要这个要就是表达这样一个内容。Bandarang gare banna atsadar da Umma Bandarang gare banna atsadar Umma Bandarang gare banna atsadar da
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